各位同心啊，那我们现在上课哈，一样由潘良华讲师带来演讲，请掌声欢迎，谢谢。啊，咱各位同心，大家赞，大家好。昨暝困有好无？有好夜酒我看卖，稀稀落落，跟我同款，我嘛拢困袂好哈。我来这百几届啊，过坡第一暝我拢一定困袂好诶。所以真要爱困眠，爱困眠吼。啊，以前阮第一届来，迄阵我感觉拢困通铺啦吼，一间房间拢十几个安尼。啊，迄天我一个较晚困，较慢困的，哇，惨啊！已经人开始寒啊，啊寒了我就困袂去啊，啊规暝目睭金哦，好诶，有诶真啊咧寒足大声。啊，所以我迄暝，迄天阁六度啦。啊，我那个爱家己迄阵只装设备无遐好吼，草创时期，迄个啥睡袋吼，讲会当冻零下六度啊，无影，零上六度都寒甲皮皮出来，寒阁寒的声，我根本迄暝拢无睏，哦，啊甚至嘛一个足厉害哦，伊个。更加菜念经拜佛嘞，伊盘腿安尼咧困呐，我这个我就佩服伊啊。哎，这个真正厉害，讲话大声人伊嘛是安尼，像咧坐禅安尼咧困啊。哦，啊，我想着讲我一个朋友做建筑师，啊，早期差不多30几年前，建筑师工会拢会办活动去佚佗哈，去像三林溪，啊，较早三林溪是好个所在。拢有救国团包去啊！吼，啊因有经验，知影讲，迄阵拢困往那类似通铺迄款的吼，啊大概就拢一两下咧寒，啊就几下也袂困的。我尾下因开会决定讲，后界要佚佗，甲迄会寒捡几间房去做一寒。结果真正，我的朋友那算介敖寒的，结果伊又捡两间哦，伊讲，伊先困呀，等下。睡一下了，感觉足差的，差个给你醒个，甲听到讲，迄玻璃啊咧哭哭叫啊，光啊玻璃哭啊，伊讲吼，真系有够差的，到尾啊，十几个哦，一个拢醒个，尾啊剩两个咧困，冠军个甲亚军个两个咧困，剩个拢无困对啊，好，啊，再来讲一个曼谷个故事啦哈，曼谷迄阵双机个做个 long stay 哈。啊，一届去一个养猪户，伊啊 long stay， 吼啊，困醒，透早就叫这个农户吼养猪，要甲引导伊参观伊个农场，伊个养猪场。啊，这伊有饲猪嘛，饲鸡、饲鸭，啊，饲狗吼。伊个饲狗往哪里过遐养猪场，猪也卖用偷来。啊，即嘛。吃早餐了，就讲要叫养猪场的主人啊，主人你引导阮来参观你的养猪场，啊，你行头前，啊，主人哦，平常时啊，赶猪啊，赶鸡啊，鸭啊，赶罐子，伊讲，歹势啦，马总统，你行头前啦，因为我较管子行伫个前生后壁，马、鹰啊，狗，伊说甲因啊。啊！即马参观煞，到中昼就主人原来做生意办地道，吼，拢伊家己的猪啊、鸡啊抬吼，啊，落去落请，啊，办迄块做车头，有一个菜叫做炖鸡啦吼，炖到烂啦，炖林松鸡安尼，啊，慢叫兴个着个鸡脚，吼啊！因中国人做啊，用文字游戏吼，讲较足好听。咱讲鸡脚就鸡脚，伊就爱讲迄号做凤爪，哦，因为我硬哦，这个凤爪好，那硬一支伫个盘顶个，佮硬一支鸡脚，讲哦，这个凤爪好，那主人你也吃一只。啊，主人甲因讲，无啦，阮无咧食鸡脚啦，阮拢老高食啦。啊，你知啊，跳啦。好，安尼应该困无饱吼，安尼差不多应该醒啦吼，啊，咱开始上课。
好，张工啊，这啦吼，好 ，OK， 我这只真了，这那油底啊，甜甜，这是偌重的吼，这比内底再三只剑鞘佫较重吼，啊，所以来去这个松山机场的跑道吼 ，OK， 好，好，佮来咱来看台湾管理法伊的第二条 ，B 之六佮伊的 C 有规定讲啊，维持美国的能力，啊，这。伊咧关门是讲 power， 我呐能力，还是这个力量啦吼。伊抵抗任何数字武力，或使用其他的方式啊，各阿个手段来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甲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哦，这条就是美军护台湾的保护台湾的这个法律的依据。啊，咱拄啊必须有讲，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哈，迄阵潘明敏教授含这个李登辉咧选第一届民选哈，所有的公民会当去投票。进前拢国民代表大会哦，间接选举，迄个是人民直选。迄个因为李登辉讲两国论哦，阿强啊起批评，发动。啊！给人干外海为一个禁制区，高雄干外海嘛为一个禁制区，等于封锁台湾的两个上重要的港口。因为咱的外汇要赚，咱台湾人要赚钱，拢要靠出口哈。那么，咱的粮食，咱家的自给率32%到34%中间，那封锁差不多到34%，等于咱剩的2/3的。牛食爱国外进口，伊敢咱封锁咧到底，那封锁半年，咱战备粮啊食了，还有半冬吼，咱的战备粮还有半年，食了免啊，哇，粮食危机就展现出来啊！本来咱一天食三顿，即马2/3无都进口入来，咱一天剩会当食一顿，那为了只食一顿，为了牛食，我台湾人就来钱啊，吼，为了抢这粮食。啊，所以美国看到阿强阿咧刺下飞弹，克林顿总统遂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出来保护台湾。好、哦，啊你再看，这只是美国是做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伊的权利甲义务。好、哦，比占领国的国防甲伊的安全是占领军爱负责。所以美国这个台湾关系啊，有法令规定，主要占领全国，伊要尽这个权利加义务啊。好，啊，这就是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哈、啊，克林顿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介护台湾。美国呐开架航空母舰来到你的门口，代表什么？给你警告。那塞两架出来，就是准备要跟你输赢，要进来无要紧。这点真重要哈！那阵派两只，一只叫独立号，哦，啊，一只叫做尼米兹号，啊，啊，这是美国克林顿总统依据头拄啊迄个台湾关系法迄条，有权利来派兵。啊，不，你啊想，全世界国家，台湾伫1996年发生台海危机的时，有啥物国家有派航空母舰战斗群来保护台湾？无，因为伊无法源。嘛无这个权利，嘛无这个义务，哈、哦。好，啊，这就是迄当时台海危机，啊、哦，像电视所报的，哈、哦。美国所派航空母舰战斗群，啊、哦、，OK， 好。好，搁来咱看，美国伊根本就是一个中间人，拢美伫后壁咧操控。国民党伫头前了，像布袋戏样啊，美国咧个操控。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这个政府拢。自主行啊，拢爱听美国的，所以现在即个像洪秀柱，哦，还是小英是进前2011年去美国访问，迄个王德胜去面试。只要呢，中华民国的总统候选人要选举，拢爱去访问美国去啊面试，拢唔免去法国面试，也免去英国法那个面试。这就是伊是头家，哦，啊！你要等于上早，你甲
台湾甲当作美国一个分公司，吼，比如迄间做数字迄个分公司，上早美国就直接用派一个总经理来台湾换这间分公司，较早派第二名叫做蒋介石，吼，后壁，吼，就这个蒋经国，迄种美国等于用迄阵叫做美。迄个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安尼一直延续，一直到1996年开始，换乎恁在地只个员工，台湾恁在地只个员工，恁用选的，吼，爱该选着李登辉做民选的，啊，一个做总经理，吼，尾下就选陈水扁啦，啊，即马马英九在做安尼，即即马用选，但你选着，一定爱去等美国。总公司有一个派令落来，就是迄个贺电，白宫的贺电，这足重要。哦，你会记2004年，哦，为着这个贺电哦呐，蓝绿伫咧中选了呐拍架咧，哈，哦，好 ，OK， 好。那么台湾伫咧当局的局长啦，你应该唔，以后我就要总要改。魏良将开始到李登辉阿扁阿妈，就什么都要看美国的脸色。美国对台湾伫咧当局说三道四，拢咧下指导棋，哈，什么都美国说了才算数，哇！头拄啊，秘书长有讲，李登辉要甲台湾省动县，嘛要甲废县，美国 AIT 随出来动，讲干来会当动算，先甲解冻个，下多边个有需要，甲提出来解冻，就是咱民政府。执政的时候，咱接政权解冻，咱特别接中央新村哈，中央新村这个整个建筑群拢要个保存哈，无拆掉。好，那么2000年5月20日阿扁啊，哦，选到总统了哈。迄阵吼，我迄阵较早呐，深度的哈，墨绿色的哈。阮家的大家欢喜个讲哦，终于台湾人出头天啊！选到总统啊，吼，啊，拢咧等讲，那么伊就职演说要讲啥？结果伊去咧讲讲四不一没有。阮遮独排，大家听拢倒向遐。全世界毋捌有一个总统就任吼，去咧讲我不爱做这個，不爱做这個，遐不爱做遐，不爱做。那一般正常的总统去拢我要做这個，我要做这個，做全国全台湾的。人民幸福快乐富足，落地拢巴巴，吼、哦！啊，行路有风，出国吼，吼、哦，抬头挺胸，结果伊去里个咧公司不一没有，啊，这那不是后边美国咧操控指导，无可能安尼做，吼、哦！那有人去里讲这也不爱做，那也不爱做，啊，无算你要创啥，对不对？吼、哦，好，啊，所以美国就是长进人，美伫后边，吼、哦、，OK， 好。那么咱来看讲，到底自不一没有一个公上？哦，第阿扁讲不宣布台湾独立，啊你阿扁也是所有的独派，安尼个咧支持个咧杀去，啊你去日第一就先讲，无必宣布台湾独立，啊，过来第二两国论不入线，好不好？这个李登辉所讲的这两国论哈，好，过来无必举行统独公投。这点美国足在意的哦，同如公投，这美国足在意的，所以一定爱叫阿扁啊，这个爱讲。好，第四个佫讲，无要变更国号，啊，一直要继续用中华民国，啊，这是美国足够用这个模糊政策，哈、啊，美国伫1979年就已经跟中华民国断交啊，1972年中华民国，哈、啊，蒋介石的代表马英踢出联合国，驱逐出联合国啊。已经无这个中华民国，啊！若要佫讲较早，1949年12月，哇，算那十月算十月初一啦，哈！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伫北京天安门遐，哦，宣布中共政权建立，哈！会使讲国民党炸到死呀！伫迄阵1949年十月初，毛泽东宣布伊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阵中华民国就死啊，底下就死一摆啊。1971年，吼，佫退出联合国，死第二届。
1979年，哈、一月初，跟美国断交，这算死三摆哦，这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哈、哦。好，啊，你甲想，啊，变啊拢不，诶，还是选一个放屁总统哦。这唔做，迄唔做，党务唔做，过来，搁一个没有会统一纲领，国统会的问题。哎，感觉意思讲要搁看阿强阿统一啦，哈、啊，其实嘛唔是，这嘛留一个后路。咱若要统一，要看上统一，啊？啊，我有听日本调，咱的母国叫做日本，吼，你莫袂记。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拢是日本国籍的，哈、哦。你介奇怪，比如你阿爸讲，哈、哦，美国人娶美国人生的囝是美国人，哈、哦。啊，这个好，讲的好，讲不好生的，嘛是好囝。啊，奇怪，我爸爸妈妈，哈、哦，都是日本人。那生得我变中国人，啊，咱都较早拢讲，中国人来了讲，叫做教起地来，迄阵甲日本甲合作教，但教对这个厝盖中啊，会过厝啊，但是地吼、喔、来得咧吞甲乱七八糟，所以中国人到尾啊来台湾无偌久，台湾就讲出一句话：教起地来，有无？所有违章建筑嘛，是为中国人来台湾了，开始台湾靠违章建筑，不较早无啊？好、哦，那么我感觉足奇怪，等于讲，我若派人甲阮爸爸妈妈讲，这是日本的狗，啊，才生得我变中国猪咧，我较真都想无咧吼。好在在熟悉咱秘书长了，较知影哇。原来咱就是1946年1月12日用行政命令，加，这是违法的，吼，违反国际法，把咱变成经国籍，哈 ，OK， 好。哦，委任占领授权书就是1945年，哈，这个1945年9月7日，日本天，日本哈，日本政府签。在这东京湾外海这个密苏里舰店嘛，签这个授权书，麦克阿瑟发布命令第一号了。这个就是美国对，嘛讲盟军委任蒋介石派伊的部队来台湾，来代替美军，美国来占领台湾。那么，在1979年以前，美国还佫承认流亡中华民国政府，哦，虽然伊照讲，在1949年10月7日。这个国家已经无去啊，灭亡去啊，用毛泽东消灭。那么1979年，美国去跟阿强啊建交，跟中华民国建交。啊，说咱之前咧讲迄个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直接有要等伊，所以美国唔敢赶紧定一个台湾关系法来代替麦克阿瑟迄个一般命令，来继续掌控管理台湾啊、哦。所以即嘛，美国的政策。伊拢讲一个中国政策，三个公报，有无？这个建交公报啦，哈，啊，上海公报、817公报，这个三个公报，佮包括一个台湾关系法，用安尼咧管台湾，哈，咧看美国咧看阿强啊，看台湾，咧安怎相处，就是靠这三个哈，你要叫。一个中国政策，三个公报，个台湾关系法，伊独独强调，甲你藏个拢唔讲，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啊。那拄下秘书长有甲我交代讲，伊拄下口误，伊甲开罗宣言，他拄下做个公正马关条约哈，啊，他拄下有口误，直接澄清一下哈，伊叫我甲大家讲一下，好，好。对，这有讲嘛哈？美国国会制定台湾管理法来代替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伊的本质嘛是代理美国君主占领台湾一个授权书，啊、哦，这个授权书。OK， 好，
那么刚才这样讲，台湾地理当中未使去称中华民国，因为这个已经炸到消灭，已经无呀。那么，但是流亡中华民国这个政府继续统治台湾。虽然李登辉甲陈水扁是台湾人，但是伊去选到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总统，所以伊是宣誓效忠中华民国。这不是咱台湾人的总统，这一定要弄清楚啊！台湾不是国家，所以从来唔捌出一个台湾总统。即马咧治理台湾。是一个叫做台湾地理当局，这是美国授权的一个单位，啊、哦，好，但这还佫讲就讲，爸爸跟你讲，等下佮讲哈。好，那么2008年，你说玉山四号政经并推，阿扁啊总统邀请马英九要作为参观，马英九拒绝，但是迄阵的 AIT 的处长叫杨淑丽哈。哦伊跟美军的官员已经坐云豹装甲车入去恒山指挥所观察。这个恒山指挥所是中华民国军队哦，原来算上关卡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指挥中心啊、哦。那么你注意看看，迄个时阵马英九已经选到总统啊，阿伯就任，阿扁啊还佫地位嘞哈、哦。那么是安那？外国美军的官员，美军的军有法度，这要政经并推，这算一个演习，哈，这足重要的演习。像那外国的军官会当入去到内底，这敢无泄露国家机密、军事机密的嫌疑吗？对，美军官员都有法度，佮看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做入去。所以这根本吼，这是报纸写，讲是入去恒山指挥所观察，这个观察应该爱甲讲，甲改做视察，上级指导单位来视察，你政经并推推得好不好？好、哦，现在给你下指导棋，好、哦，也是，这就是因为美国是正港后边的头家，所以你的军事演习，美国拢爱派人来给你观察。来给视察，好 ，OK， 好，过来。又美国下令涂销中华民国国会的各式军事武器。哪里好？这汉光28号演习，2010年，卡在战车，啊就军车，头前慢马，哦，那军车一般卡在拢只拢有一个中华民国的国徽。啊，现在也用又美国讲爱个呼掉。你个，你只看，这种依稀可见哈，这有护卫哈，包括这直升机，这个所在嘛，拢也够依稀可见，啊，啊，现在哎呦，美国加护掉，这来看，美国国务院伊个咧讲啊，恐怖组织有三个要件，啊，第一个唔是国家，第二个有武器，第三个伫当地征兵，啊，你来看宾拉登。宾拉登不是国家，宾拉登有武器，哈、哦，宾拉登佮用伊回教基本教育、激进派迄款教育，哈、哦，吸引一挂激进的在参加伊开打组织，哈、哦，所以这三样拢有，所以美国佮定义讲，定为宾拉登是恐怖组织。啊，咱即马甲中华民国甲带进去。中华民国唔是国家，中华民国有武器，佮你美国卖伊个，啊，戆台湾人纳税金去付钱。我咧想，咱台湾人够衰呢。你甲想，台湾是美国个第一前线呢，好、哦，第一岛链啊，为南韩、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一直去到澳洲，这是美国第一岛链。啊，台湾人。替中华民国做兵，咱家己搁爱纳税金去买武器，吼、哦，啊，搁爱家己炸便当来等于替美国过前线、徛大门的卫兵安尼意思。啊，你看咱台湾有衰无？啊，咱搁互占领，照讲占领地方的地区的人，免做兵，吼、哦，免买武器，
因为比占领区的国防占领军来负责啊，你美国爱负责啊，结果咱来过去甲美国买武器，好、哦，啊，所以中华民国佮伫咱台湾平和咧征兵，咱也满二十岁，卡手勇健，大家拢嘛去做过兵，对不对？较衰过用抽签去抽到三等啊，佮较衰过三等佮做海军陆战队好，迄操了上忝的，哦，啊，你来抽到空军哦，拍拍手。吃好做功课哈 ，OK。好，所以中华民国这三个带进去，哇，都啊是恐怖组织。你跟你讲的，或者咱比如讲，甲美国，咱秘书长甲美国警告，你若无甲中华民国的武器哈，伊去，搁甲牌啊哈，挂牌呢，中华民国迄个国号啊挂，甲伫迄顶悬，所以美国惊到，赶紧叫中华民国。伊遐武器，遐你个国拢甲付掉，好，好，啊边啊要下阵进前嘛，刺激非常，引起美国关切，哈、哦，这2011年，这个国王新闻作报的哈，啊边啊要下阵前一两个月，捌下令刺激一个中等的非常，但虽引起美国关切，哈、哦，一名美国的国务院的官员虽特别走来台湾的国防部查证。这不是台湾，这爱是中华民国了哈。这不是哦，中华民国媒体作啊，原来作啊，俄美国那打民无仗，好康的都拢报中华民国。哦，中华民国与某某国建交，啊哪断交呢？台湾与某某国断交，派康的用台湾的名，安尼哦。啊，明明的中华民国蒋介石的代表退出联合国，就讲。台湾退出联合国，有无？咱嘛定来讲惯是讲台湾1970年退出联合国，就敢那讲，我将来唔捌行入去这个房间，啊！你讲看到我从迄个房间行出来，迄叫做看到鬼。台湾将来唔是国家，就无可能加入联合国。啊！你讲，我为啥行出来？台湾为啥行出来？台湾，你退出联合国，看到鬼哈、哦？好，迄阵前国防部长叫做蔡明宪哈，伊、哦、讲美国对台湾刺激非常关切哈、哦，一名美国驻京的官员，隔一礼拜就来到伊的办公室，问讲啊，你有刺激非常无？伊讲有，但是干那刺激啦，还未正式生产啊、哦。他就是蔡明宪哈。哦第一个，甲美国保证，美国迄个官保证台湾的飞弹是干那用来防卫，而不是攻击。我这就做矛盾的呀，吼、哦！啊，你开遐侪钱在研究，啊，做出来，吼、哦，这干那讲一支长矛安尼，你逐工都啊磨啊磨，甲尖尖金丝丝，啊，要试下看卖美国就来夺。啊，你就爱甲讲无啦，我这是咧做好看的，磨金金的好看的。最佳的防卫就是攻击嘛。做就是要甲写嘛，你阿公阿公介绍我嘛，你若拍来我嘛甲你写过吼、哦。啊，得个讲保证，得个低声下气讲保证，无啦，我这是咧做好看的呢，哦，无要讲攻击的。哦 okay、啊，这若无讲美国是头家，伊会当来直接来到亲门大户来甲你指责，讲你咧创啥货？啊，你得个甲保证讲无啊，这做好看的呢。那么，受美国管制军事武器发展的国家有韩国、日本、台湾。其实台湾也不是国家啦，但是这个媒体都拢会安尼写，哈、哦。OK， 啊，咱原来用安尼讲，可能也较顺。好，啊，你注意看啊，啊，这三个你加个变成啥？这三个啦，南做一个国家，就是较早大日本帝国嘛，哦。台湾伫战争。二次世界战争进程，拢是美国，嘛拢日本咧管的嘛，包括韩国嘛是啊，南北韩嘛是拢，迄阵迄个合并伫大日本帝国内底。好，啊，关键啥物内容？好来，第一就是飞弹的射程，好，啊，第二个核武的研制，第三战争时阵的军事指挥权，哦，啊，来先来看飞弹的射程，迄阵韩国。
有一个天安舰还袂去用炸点的进程。美国限制韩国的飞弹，干那会当做300公里的射程的这个飞弹哈。而且弹头干那300公斤，天安舰发生了，美国开放会当飞弹会当做800公里，哦，加两倍外哈。但你若做800公里的，你的弹头干那样会当排300公斤，啊，你若做500公里较近呢？一定排较大粒的，吼、哦，500公斤，安尼。好，过来，所以唔是干那咱迄个美国控制讲袂使做中程飞弹呢，连韩国嘛同款。后来佫核武研制，啊，足拄好哦。这三个拢有法度做原子弹。好、哦，1982年迄阵，台湾发生这个。一个叫做张献义哈，这个去美国留学，去美国吸收做 CIA 啊，做情报人员，哈、哦。那么伊后来回来台湾，做到这个中科院核研所的副所长。中科院啊，阿哥跟清华大学拢专门咧研究这核能、核子武器的这个单位。那么，蒋经国甲蒋介石拢号称中华民国伫台湾未发展核子武器，但是因拢嘴安尼讲，偷偷啊，好，硬是咧拼咧自灭，甲原子弹做出来。所以有一下做甲有一粒圆形的核弹，用飞行机载去要去南非，后一阵含南非。要紧嘛？这个是要去啊！试爆美国也情报系统，伫飞行机甲下炸弹，所以飞入到南非啊，就崩去啊！哈，就载落来。那么过来，张献义甲中华民国咧偷偷啊发展核子武器特别成功啊，遐一挂资料收集完备了，好、哦，伫美国的特工人员的掩护之下离开台湾。把这资料载去美国，所以无到一礼拜，美国的军方哈，含联合国的核能委员会的人，就来到台湾，把中科院也研究核子武器这些仪器设备，拢没收，啊，这个原子炉用阿门陀甲关甲封起来，啊，你甲想？美国是凭什么？伊会当来到中华民国，哦，所治理的台湾，把伊的仪器、核能的仪器设备甲没收，哈、哦，啊，核迄、那个反应炉、甲停炉、甲暗头甲封起来。伊若唔去北韩，去甲封，去甲仪器设备甲没收，啊，去伊朗拢唔敢，独独对伊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这个管辖治理权，就是咱必须定去告美国了哈。2010年，嘛2006年十月二日，告美国是去送件去，联邦地方法院收件，迄天吼，必须就甲阮讲哦，咱告了对啊，咱赢一半。伊敢甲咱收咱的件？司法部门敢收咱的件，表示说美国对台湾有这个司法管辖权，然后司法管辖权，其他的都拢有啊。等于整个地上权拢伊咧管啊，哦，就是管辖治理权。讲地上权可能较清楚，用土地来比咧。譬如讲，你有一家地的土地，啊，你要出租，我潘良华来给你租，你用一年的10万，我给你租5年，咱。我交50万交你，啊，咱签一个契约，签好就生效。为迄天生效开始，你等于你放弃你的一家土地监管的地上的管辖权。但你注意哦，你干那做我呢？无过哦，迄土地所有权人还阁是你的名。日本天皇对台湾就是同款这个经营，伊战败等于跋输，叫无现金赔你。
准甲台湾平和这块土地等于抵押给美国，无办过哦，哈、哦，所以美国就派一个管理员叫做蒋介石来管这块土地，叫做地上管辖权呐，哈、哦，管台湾这块土地顶管的代志，但是不关乎主权的移转，国家的国土若要移转，绝对有一个国际条约 treaty 哈、哦。咱头先秘书长有咧讲，订婚无尊重，迄敢若宣言，你若啥物开罗宣言，头拄仔咧讲诶，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迄敢若像订婚俩，啊无正式办桌请人客，搁去火箭事务所登记，还有一个结婚证书，哈、哦，订婚还搁无结婚证书，结婚证书就等于条约，哦，安尼就较清楚啦哈、哦，地上管辖权。好，你若安尼，就较好分辨主权跟管辖权是差伫对。好，那么你最后看，三一日大地动，2011年，哇，全世界才发现讲，日本因有足侪武器级的布，遐若加加起来，会当做差不多1500粒的原子弹。啊，像那日本会囤这物件，嘛是咧等。若有一天美国呐解除伊个核子武器的这个禁令的时候，若讲像即马美国咧饲，这个日本要饲个佫较大只，较早足惊日本跟台湾合作佫用来。日本有法度发动太平洋战争，就是因为甲午战争了，摕到台湾佮平和。因為日本欠糧食，啊！你知影，若要戰爭，三軍威動，糧草要先行。你若無糧草，你就無資格發動戰爭。因為你若平啊三工無飯通好食吼，唔免少戰啊，攏軟腳啊，迄步程攏夾袂起來啊，行路就出問題啊！哈、哦，你家己甲腰三工看麥，看你行路行会行袂哈？所以。韩国、台湾、日本拢有法度发展这个原子弹，哈，只是拢伫美国的控制下，美国袂瘾哦，你发展，但是拢有迄个技术啦，啊，只要设备、甲原料哪拢有，啊，你搁肯和日本做，日本连咪就随做出来，哈，好，过来，战争时阵的军事指挥权，韩国迄、那个天安舰发生。嘛，伊伫2012年前，因美韩联军哈，都开会通过，讲2014年哦，大概4月份，特别甲战争时阵的指挥权交转来给韩国军，因为较早像今啊，一般较早兵戎时，拢美韩联军的韩国军的指挥官来做指挥官，美国的美军做副指挥官。但是若南北韩发生战争，副指挥官就起来指挥，美军就起来指挥战争，哈、哦，指挥权变战争的时阵，指挥权是伫美军的手里。那么本来2014年，就去年四月要，因经过协议讲，那战争要指挥官，我那要韩国军的指挥官来指挥。天安舰发生了，韩国军家己个要求讲，你办啥？把战争时阵的指挥权交回来给我，好、哦，这就是连战争的指挥权拢受了美国的控制，包括台湾同款，美国的上定就是讲，那万一阿强阿打台湾，准讲台湾军、中华民国国军呐、空军的空优啊失去，海军的海优啊失去，阿强阿要登陆啊，美国的下令叫。台湾西部沿海10公里，吼、哦，位海边啊，算高内陆10公里，全部净空，所有的中华民国军队甲台湾人拢撤出，去打净空，要创啥？美国要拍，该好拍，无后顾之忧。伊个轰炸机、伊个战斗机来，就是你登陆艇来，拢在你伫岸边，就拢在你集成。啊，为着不要误伤友军，哈、哦。啊，怕了咱台湾人，
你进攻我美国较好拍，吼、哦，顶多是安尼，吼、哦。啊，而且中华民国三军司令部要裁撤，吼、哦，海军总司令部、空军司令部加这个那个陆军，这种裁撤，剩指挥部呢？啊，剩指挥部啊，啥物人要发号施令？司令部无啊，无人咧发号施令，剩指挥部啊，指挥部要听啥？诶，命令来指挥部队，为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夏威夷总司令部来指挥啊。好，那么现在阿公啊，拍金门古林头战役会打败仗啊。诶，阿公啊，较早你拍国共内战哦，像咧倒顶泥甘，什么原因？因为迄阵哦你。前几年就国民党军，因个将领退伍了，迄个一个叫做夏英洲哈，去中国，跟中国解放军的将官哈，把酒言欢，佮讲一句名言：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捌听过无？好、哦，这真正奇妙去假报的呢哈，啊，确实有影，自古早。国军、共军因是共一家出来，黄埔军校是苏联提供金钱、加迄个训练的设备、武器、步枪，伫来设立这个黄埔军校。蒋介石做校长，周恩来做教务长，等于副校长的意思，哈。啊，所以你看，训练出来。有一部分我毛泽东、周恩来，好、哦、一部分我蒋介石。当然，因当时伫内底训练的部署，互相拢知影嘛。你国民党军，你要变啥物部署，我解放军拢知。所以你拍的时，毛泽东去靠宣传，哈、哦，啥物地方包围中央，哈、哦，农村，哈、哦，用。工农兵，啊，国民党拢较贪腐，拢大家拢贪到安尼有钱啊，拢大地主、大财团，所以因变少数，工农兵较侪啊，当然建树啊，啊、哦，啊，所以建个村金门妈祖，啊，蒋介石就走来台湾，结果。叶辉迄阵阿强啊，长胜将军，已经来到厦门，准备集结部队甲渔船啊，准备要两两个安装金门码头伫对面，那么金门伫对面呀，吼、哦，厦门要摕金门，迄无几公里船驶过，就要甲退开，想要倒顶泥干嘛呢？伊唔知蒋介石首先得去拜托日本的一个。根本博中将，这个较早是伫这个华北，这个伊较早修伫这个内蒙古呀，哈、哦。那么战后，日本天皇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开始爱撤兵。但是迄阵中国解放军兼苏联军就抢要接受日本这个好的武器，天皇下令讲爱投降，爱武器爱交出。但这个根本博将军，伊足有区别个做架子吼，伊袂瘾甲武器交出，部队迄、那个部队继续设防。伊下令讲，只要入侵阵地，格杀无论无论你中国军、解放军还是苏联军，伊就是一直咧保护迄、那个铁路，一直爱来到东北这个出来口，旅顺啊、青岛遮，爱甲日本而且。人民哦，较早移民去中国哦，即个拢爱好啊，看撤退，甲保撤退转来日本，所以这个做互人钦佩哈、哦。那么这个根本博将军兼阿强啊，有少一点经验，所以蒋介石就知影，所以派伊秘使去日本，甲骗请来台湾，包括伊的一寡较早军事参谋幕僚，拢统。七个人来，
啊，伊来台湾吼，都改名，叫做林宝元吼，啊，穿中华民国军装，吼，改中国名，那么去金门坐镇，重新布阵。那么迄阵嘛，为台湾迄阵都啊孙立人训练咱台湾军，台湾人开始又就叫伊做兵，吼、哦，伫洪山吼，即、哦這个基地训练一输的台湾兵，咱迄阵台湾兵也阁有日本精神，所以唔惊死，所以迄输的兵又派伫守金门，哦，所有的金门的赢拄啊好，第一指挥官换人，第二军队拢台湾军咧战。唔惊死，啊！那国民党遐个老乌啊吼，拢秘伫咧碉堡，秘甲好济好济，拢台湾军伫头前咧战，也穿咧看阿强阿叔赢，拢是咱台湾军。所以郝柏村迄阵伫遐咧做连长尔吼，是伫根本部将军的下骹咧听命令咧指挥部队呢。哦，你妈臭屁讲古林头战役一战呢，袂见袂少，兵皮有够高，咧中国人都好笑。讲白惨嘛，骗嘛，上牛的啊！你看全世界即摆咧用的一挂好嘅物件，对一项是中国人发明的，哦，手机啊嘛，美国人发明的吼、哦。那么就是这个原因，迄、那个叶辉中阿强啊，这个将军轻敌，伊唔知影讲，伊就是讲，还佫是国民党迄个老部署，俺凊彩拍落去啊，啊，如果发一枪，我咪提啊。国民党应该就撤军啊，结果唔是，台湾军拍死无退，吼、哦，而且根本无将军，伊用口袋战术，伫海边啊，惊啊，甲你拍，互你登陆，互你拍者，就开一个口撤退，互伊长驱直入，啊卡，外海伊甲遐船啊拢甲烧掉，吼、哦，啊到尾啊，遐中尉啊吼。哦怕死高情鬼的，剩的拢掠开，哈、哦！所以个为了拍赢了后，蒋介石准下一阵好开，讲有能力保护台湾。靠遐话是咱台湾人家己咧保护台湾，对中国军唔是遐老外咧保护台湾。所以咱唔好用中国人，因为国民党嘅教育甲咱欺骗，讲是因咧甲咱保护，是咱台湾人咧甲保护啦，咱也无甲收留。因炸伫海南岛都向别离啊，对不对？那是美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何里招来台湾？好、哦，伊那留伫中国，无论海南岛，阿强啊，绝对像咧岛顶人咁一声就拢，把蒋介石个部队拢甲消灭去啊！哈、哦，好。那么这个是一个国共内战呢？哦，金门马祖还佫是你还记？那是中国个领土，唔是咱台湾个。所以咱唔好定讲，比如讲意思讲将来吼，甲金门马祖拍卖，你阿强有钱，你来买买转去啦，迄种恁人，咱含中国切落较离咧。马祖宗到尾个结果讲啊，伊做唔对两件代志。第一就是讲，伊迄阵若卖改国号，继续用中华民国，哇，蒋介石就无名无路啊，伊拢卖甲换嘛。好不好，用继承，政府继承现在这个政权，像美国两个党不止总统在换人，那国民那个共和党政府产生，还是民主党的政府产生，美国这个名字都没换嘛，他如果用这样，金门马祖本来就是他的，他可以合法要求联合国出兵，这我的爱行我不用战争，还打那个古林头战役也死遐济人，吼、哦，啊，咱台湾兵也死袂少，吼、哦。过来，尾啊，毛泽东发现讲，啊，金门马祖甲留咧，卖拍，即会当甲台湾丢掉咧。金门马祖，咱较早差不多十通万的台湾兵伫遐做兵咧，即会当讲，敢若讲，伊都卖甲你捡，甲你封锁，甲你包围起来。是当兵给你包，拢卖给你拍，和你的牛市拢袂当入去。你看咱台湾兵十几万伫啊，台湾的老爸老母都哀叫啊，
那得个剪。本来毛泽东就要用一部，吼，啊，尾啊因为局势变化伊也死啊，吼，所以无用。好，那么现在阿公啊，敢那敢拍金门毛泽东，唔敢拍台湾甲朋友，吼，金马台澎，吼，你要注意，金马是跟咱无共个哦，吼，迄是中国领土，台湾甲朋友是日本天皇个领土。你若拍台湾甲朋友，变作啥？国际战争。是中国打日本啊！好，那么拄仔咱有咧讲，即个台湾甲澎湖是日本天皇的，啊，你会记英国？咱迄阵第二次世界大战，咱定来讲，听到英国皇家海军有无？英国皇家空军，啊，是加拿大皇家陆军。皇家海军、加拿大皇家骑警，拢是皇帝引导的。日本的天皇，伊的部队嘛是叫做日本皇军，有无？只是咱无习惯加加的咧。日本皇家海军，还是皇家陆军，咱较无习惯用这个皇家。台湾这块土地嘛是日本皇家的。OK， 所以你哪里来拍台湾朋友，就是拍日本皇家哦，拍日本。那么你那边提台湾，第一个一般拢爱先提朋友，像那种朋友离伊遐近，阿强拢唔敢发一个炮弹啊，是飞弹去射金门，不射这个朋友啊。为啥来讲？毛泽东头壳算清楚，伊知影讲这拍了变国际战争。尤其現在美軍在佔領台灣的朋友，打台灣朋友等於在打美國，美國那麼大隻，那時候毛澤東是國力很壞的，當然不敢打，OK，好。那麼因為被佔領區的國王是由佔領軍來負責，台灣的安全美國你要負責，所以96年台海危機，克林頓總統要緊派兩架航空母艦戰鬥群來保護，萬一若擦槍走火迄届阿强啊，我那惊着，好，啊！他美国随派两只航空母战斗群出来，这意思足明显嘞，准备要干嘛相拍呢？哦，所以阿强啊，为遐开始惊着了，伊知影讲伊迄阵无迄个实力跟美国拍，所以迄年开始一直增加军费，一直用偷也好，用骗也好，用买也好，拢要发展武器，所以你看伊也去偷。美国的 F-22， 所以因做出来歼20，你甲看，那跟美国的 F-22 作共的，只是较长，加4公尺。啊，结果，伊作者技术就拢甲美国偷的，哈。那么伊现在加4公尺，就是伊的引擎做袂好啊，伊引擎无多迷你化、缩小化，伊做拢做作寡只，伊引擎袂用的啦，哈。伊做引擎的技术要差中远的，因为迄个基础材料科学阿公也无法懂，吼、哦。连因为航空母舰的 YS 有一条迄个拦截绳，飞行机都爱用尾钩搞掉迄条 YS， 伊都无法多做啊。因为虽然是干那 YS 呢，但是迄是高科技的产品，爱有够韧度，吼、哦，会堪你拉扯，各会当有记忆，揪出来了。放回来是要再恢复原状，不随求伊哈。好，好。那么蒋介石拢穿军装，伫重要的庆典会议就职拢穿军装，因为伊知影伊是代理美国军政府来占领台湾。好，你捌看过蒋介石穿西装无？唔捌嘛哈。伊不是得穿中国式的长袍马褂。哦，那伊生日，哦，啊，那重要庆典拢穿军装。好，那么你知道，1960年代，美国总统艾森豪访问台湾，蒋介石伫松山机场甲迎接，这个才是正港的头家，头家穿西装，军政府的头，伊就穿军装，啊、哦，那么。
现在就有穿西装，就是去菲律宾哈，1979年七月，伊去访问菲律宾的总统纪念哦，你知道吗？伊就穿西装拍领裤带，包括去访问韩国迄、那个李承晚总统，嘛是穿西装，因为伊知影伊若离开台湾，伊就唔是君主占领者的这个身份啊。OK， 好。那么咱头拄仔所讲的迄十七项，伊的法律的依据甲迹象，咱来做一下小结。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一切依法行事。美国是三权分立，伫台湾中华民国系统，不只甲咱教讲行政、立法、司法，有无？拢甲行政摆头前，唔对，美国是立法伫头前。美国立法单位就是国会参众议院，伊所立的法，较好行政部门的头，总统，好伊的国务院来实施这法律。啊，若无照法律做，后壁有一个司法单位，较来甲纠正，吼、哦，较来甲处罚。第二，美国总统受国会甲法院的监督，唔敢违法。因三权分立分得真清楚，哈、哦，互相平等制衡，哈、哦。那么国际社会拢了解台湾的真正的国际地位，哈、哦。但是独独就敢咱台湾人被蒙在鼓里，会被蒙在鼓里的、就是，等于美国毛无政策，啊个中国人来台湾个死搞骗的，吼、哦，因咧骗哦，有够厉害。中国三千年来就是拢咧骗啊，所以因中国家己有一个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骗，还有一亿在训练，好不好？因中国人移民去美国做歹代志，拿去掠去测谎，测谎来测谎机伫美国人来测，你若讲白贼，迄票又较作错啊。所以讲，知影讲你讲白贼，测谎不通过。啊，那迄年迄华人吼，因为拢袂叮当，讲白贼拢脸不红气不喘，所以测谎机对中国人无效，因为讲白贼讲惯子啊，讲到作顺的脸不红气不喘，所以中国人真厉害吼，搞骗搞讲白贼。好，以上的。种种迹象证明，美国一直在管辖台湾。你也讲啊，我拢无看到美军，歹者。美军1979年了撤军了，美军顾问团撤退了，但是要留足侪2000几个美军伫台湾，但是无穿军服，就也拢改穿便服，吼、哦，像大家安尼。啊，这就为着要撇。阿强的耳目就往那讲，台湾美军啊，其实你伫重要的雷达站、监听站，拢是美国的人伫遐咧直接操控。好、哦，好，美军从未离开台湾，一直在占领之中，包括即卖中华民国的军队，等于嘛是代替美军的意思，哈、哦，咧代替美军咧占领台湾。过来，咱来参考其他的国家哈，因自治建国模式来做一个探讨。好，你看台湾将来的主题哈。好，咱来看古巴的建国的模式。美国跟西班牙1898年战争，哈，无几个西班牙就输去啊哈，所以伫迄一年的12月7日，伫巴黎签一个巴黎合约。西班牙放弃古巴，哦，这跟台湾该同款，割让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和美国。好，那么美国协助古巴在1902年5月20日独立。OK， 好，那么古巴跟台湾的境遇来做一个比较，两个拢是因为合约被放弃，但古巴独立成功，台湾到即卖地位未定。原因是古巴原来就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跟他殖民地才会这样独立。那么台湾是日本的领土。1945年4月7日，
日本明治帝国宪法在台湾实施了，台湾的变作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挂不出去，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就没得割让台湾给某一个国家，没得挂不出去。好，再来看菲律宾，菲律宾同样也是因为巴黎合约，美国为西班牙合法取得菲律宾，受制于非独，台湾有台独，菲律宾有非独。菲律宾的独派分子，因这反抗军游击战哈，不止去骚扰美军，啊，美军就出兵去甲追剿，但是因为菲律宾有四千几个岛，两千几个较大，啊，你来甲追剿，伊就走迄个岛，啊，你过来追剿，伊佫走迄岛，吼、哦，美军头壳摸咧烧，所以尾来甲招，招来讲来，甲伊个修炼哈，游击军的修炼甲招来协商。美国同意和菲律宾为1937到1946年哈，有一个十年的自治区哈，但是中间1941年日军攻陷马尼拉哈，麦克阿瑟将军跟菲律宾的总统一同撤退去澳洲，啊，但是要走的时候讲，故意没有，我必将回来哈。那么迄当时菲律宾的总司令就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这世人上无民主的就是盖，好，伊西点名校第一名毕业，结果伫遮打败仗，为咱台湾，哦，台南高雄屏东的空军基地飞起的临时战斗机，迄架克拉克空军基地的美军的飞行机炸个密密麻麻，无飞行机，伊的空优就失去啊，所以无空优，美国的海军就像个箭靶。在咱的临时战斗机那个拍哈，搁一件登陆战，咱台湾军高所的义勇军哈，志愿军，底下开始做一个真大的战功。美军的基地两万几个人在守，哈，后边是高山，美军想讲无可能为后边来搞突袭，结果咱今仔咱高山义勇军为后边爬山去哩。你知影，咱个高山个人，伫迄个高山咧行路吼，走敢若爬咧吼，敢若咧行平地同款。做个爬山，佮而且伊真正正港个，迄阵会使讲是全世界上高个野战部队吼，丛林野战部队。迄阵咱个高山勇军伫山顶吼，一支因讲有咧翻啊倒啦吼。翻到弯的迄款，一支就会当在森林内底、丛林内底活几啊年，无问题。你记较早印尼有一个台东的卑南族的叫做李光辉有啊，建了要30年啊，靠用发电，伊一个人伫个丛林内底活要30年，靠用发电，活到好些好些，足健康。结果甲上顿个台湾台东哦。吃好做金客，各种啉酒，我无几年就拖开啊！所以人莫食伤好哦，哈。OK。那么高沙义勇军底下一战成名，所以就一直征募这个高沙义勇军去参加南太平洋战争，哦，所以去拍马来西亚、印尼，哦，啊，李光辉就是去要拍的印尼。那么，迄当时诶，日本军嘛真，伫个丛林战真惨真可怜诶。日本人伊住伫纬度较悬，伊来到台湾以南诶所在，吼，因就拢感觉足热，热甲着衫拢脱了了嘛，还搁咧热，啊，所以足侪人着热病，吼，食着小可火钱沾着，食着漏屎，吼，啊。迄阵那脱水做个做紧就死啊，所以日本军伫丛林啊死真侪人，都免烧钱，干那丛林内底棒糖顶着着登革热啊，吼，都爱死啊。咱高沙义勇军，加上拢有抗体，搁烫只脚呢，吼，因迄阵啊有分鞋啊，因穿鞋拢穿袂下呢，拢烫只脚哩，行路搁无声。所以，伊来去突袭美军的这个营地哦，
来无影去无踪，到天光讲我死一堆的美军死底下，哈、哦，所以，佮包括一个真重要，伫南太平洋的丛林战，嘿，树啊拢遐高，有时啊不见天日啦，乌阴的时，你无太阳旁个定位，哈、哦，啊，那么不止的迷失方向，啊，看后勤部队突击，补给品这物件送袂到。无物件，即个呐，好个咱好个在高沙义勇军足厉害，野地求生足好个。啥物树啊、新的价的、跟进的价的，拢会当出个。佮做陷阱掠野兽，行来好只日本军只。所以日本人只日本军足侮辱咱只台湾军哈。好，所以咱莫看袂起只高沙，高沙就是厉害，高小战。所以。日本人来惊着，所以用开始用釜山政策，武侠书惊，哦，日本的日本惊着，所以伊就开始有咧是用酒咧甲麻醉因高沙原住民族，这嘛是安抚因的阵，无好因壮大起来，好、哦，国民党军来继续，好、哦，佮酒拢用作歹的酒，较早台北酒无，迄款酒拢咧烧。原住民好高沙这些族群，好因脚身体歹，身体歹，较弱，所以因的平均寿命，敢那五十通岁呢，有无？所以因的立法高沙所选的立法委员，迄阵跟民进党，民众欠，牙卡牙手拢牙疏，所以招下原住民来做工，啊，你来支持我，啊，我支持你哈，老人年金，领五十五岁的等呢。啊！咱台湾人爱六十五个，一平地爱六十五个，有无？差十年，因的寿命足短嘛。好，那么1947年，那1947年七月七日，伫美国合作之下，和菲律宾独立建国成功。啊！你注意看，七月七日，美国国庆纪念日，菲律宾的国庆纪念日嘛，七月七日。好、哦，这是啊，该注意哦。咱台湾民进府2010年七月七日嘛是美国邀请咱去啊挂牌，咱嘛是七月七日哦，这个很有玄机哦，哈、哦，哎呀，都拢七月七日。好，过来咱来看立陶宛的建国模式。啊、哦，立陶宛的家，这个莫斯科的家，啊、哦，这个乌克兰的家，啊、哦。有这波罗的海三小国哈，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噶立陶宛。那么立陶宛伫第二次战后随后苏联噶并吞。那么伊伫1990年三月才宣布独立，这是因为民间议会噶哩宣布独立。那么迄阵咧国际社会较大国家拢咧观望，啊那你唔来咧升金啊升价啊。那么立陶宛的人民。第一届苏联军政府举办的选举，哦，迄届选举，这个投票率和30%，哦，远远低于50%，所以国际社会就无承认苏联继续伫立陶宛的合法统治性，哈、哦。那么1991年九月七日，因完成独立公投，哈、哦，苏联率先承认，你看，你看大势已去，所以。为了示好，赶紧甲承认，甲承认哈。咱为立陶宛第一届苏联军政府所办的选举来对比，咱参与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所办的这个选举，这个投票的迄结果，咱来做一个探讨。伫总统大选迄一天，你若摕中华民国身份证打入去。这个投票所，咱就先输一半。等于你承认你是中国人，你唔该得中华民国迄个身份证去干那个选票，而且伫你自由意志之下去投迄个票所串出来，诶，中国人的总统。咱是日本的，咱是日本人哈，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咱来去参加。流亡政府的总统选举，你伫印度，印度人敢有去参加
西藏流亡政府、吐蕃政府，因咧选总理，印度人敢有做去选？无呢？吼、哦，啊那咱台湾人去看流亡的政府咧做咧选？吼、哦，这无合国际法律啊、哦。好，所以咱2010年，咱必须就开始咧推广哦。咱本土台湾人爱对这任何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体制下。各级的选举，无论总统、立法委员、县市长，咱拢爱抵制，吼、哦。所以我用我几啊年唔捌去投票啊，吼、哦。你如果投，就是，和迄个投票率高于50%，就是延长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伫台湾的生命。伊一直咧，一直咧甲支持伊，大家咧管啊。你若拢卖甲选，外国人就知影哦，你袂经过这个流亡政府管啊。再来看琉球反乱模式，啊、哦，1952年2月2日琉球民政府成立，伊嘛行政、立法、司法，啊、哦，那么伊伫数百年到五百年迄十年，用美金军票来代替钱币，但是五百年以后就用美金哈、哦。那么1972年返还日本之前，琉球人若要去日本的本土去四大岛。爱去甲美国琉球民政府申请旅行证件。好，来，第一张哈。那么，这张你来看，哦，下骹有写着琉球列岛米国民政府，哈、哦。你若琉球人要去日本东京做生意，还是要遐读册，哈、哦，读大学。拢爱签一张，这张等于 passport 护照的意思哈。迄、哦、阵琉球等于日本的境外，日本国的境外，所以要离开琉球去日本是等于出国，所以爱提护照。但是伊个唔是国家，所以爱发美国军政府爱发这个旅行证件给伊。所以将来咱台湾民政府嘛是，咱即马咧要去美国。咱台湾人，咱日本台湾人，咱袂使摕中华民国护照，咱来摕旅行证件，就像这个哈 ，travel document， 这是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哈、哦，国土安全部所发的哈、哦，类似这个，不一定是这个样式哈、哦，因为版本作多，美国政策设计要台湾的，要么是日本哈、哦，但是类似这个哈、哦 okay ，好，那么你也记哦。1972年6月17日，美日所签的这個琉球返还权益的，刚刚我早起也是怎讲的，伊是开3亿2000万美金还了这个战争债，佮签这个琉球返还权益。根据这个协定，伫1972年5月15日，尼克森政府把琉球包括钓鱼台拢向我日本哈，啊，这属南洋岛。啊，你要注意，无办公道，真侪台湾独派的人拢讲，我当初。琉球就是办公道，哦，伊较等于日本的，无，这是甲战争在行清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根据协定，琉球行等于日本，哈、哦，好。那么琉球伫美军占领下，伊的指挥结构系统是啥款？哦，啊，这是伫战后，哦，差不多30-40年后解放的这个资料，啊，日本的一挂。专家学者来研究，哦，原来伊个指挥系统是上顶管这个叫做美国合众国政府，伊个国防部下卡美国军政府，啊、哦，美国军政府下卡过一个民政府，伊靠资格下命令，还是下指示，和琉球政府。所以咱这先啊，咱这个台湾民众这个挂号，将来这个名会提掉，咱来变作台湾政府，哈、哦。靠租给这个琉球政府接受这个命令指示了，也这样来关冲绳的住民。好，赶快，你那个这边变台湾这边，美国政府下卡的国防部，美国国防部哈，伊的美国军政府，啊，就咱台湾民政府靠租，咱民政府接受美国军政的命令指示，和台湾政府，哦，咱这名啊提掉，就变台湾政府来关台湾甲澎湖的住民。Okay. 好，那么咱台湾，到即马
六十几年伫中国国民党个教之下，咱拢用教做中国人，吼、哦，认同中国。这就是安怎？台湾人占85%以上的本土台湾人，算数在流氓政府伫台湾，才无到15%的中国人，吼、哦，这算做老鬼，做无民主的。2300万人，你甲当作讲，这300万是纯的中国人，剩的200万的台湾，2000万的台湾人，有一半迄个教育甲变作讲，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所以总统大选你甲算，因等于1300万，啊咱差不多1000万，咱较算拢啊，大概会算出，那不伊无拆开做三卡都，吼、哦、2000年，那无讲有宋楚瑜跳出去甲你算吼，甲、哦。连一个票揪开，阿扁也无法度得2000年的总统。那么2004年是因为阿扁也巴肚得1000，好无？319枪击案，本来台湾人和阿扁做4年，已经含泪不投票啊，袂瘾去出来投啊，算了也无好，事不宜没有讲了，大家拢软去啊，拢先落去啊，好无？啊，好个，再有李登辉。发动228牵手护台湾，有无？有，迄届有去牵手的举手，我看嘛。哦，还算无济啦吼。迄届加起一片台湾人爱台湾的心。啊，本来真侪民进党的支持者，哦，像我即款已经含泪不投票的吼。阿扁也听了，阿扁也发动着钱，你拍阿扁也等于拍阮所有的台湾人，所以台湾人讲含泪去走出来投票。勉强，卡卡赢一个20000几票有无？还个换算赢偌济？赢0.228。哦，啊，敢那二八个遐弯轮有出来咧倒广州倒三江呢？啊，不开赢个遐拄好赢0.228，啊，拄好你等于发动228牵手护台湾。OK，你会记咱较早小学？咱的迄个作业簿后壁变过来，拢有写着有无？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有无？有啊，吼！刚刚在做中国人，较堂堂正正；，啊，若做台湾人，拢奇奇歪歪、错错。啊，台湾人就安尼用心，然后就说：“我得来做中国人，较堂堂正正；，莫做台湾人，做台湾人拢歪歪、错错。”咱拢安那用心闹去，吼！好，咱那2008年甲2010年。中华民国流氓总统大选那个动作统独公投，诶，咱输呢。2008年，谢中廷伊个输要200万票呢。小英2012年，咱秘书长伫遮。2012年，我会记1月14投票嘛。但是1月7，咱伫遮办迎新会，有无？迎接新的一年的头一天，迎新会。秘书长伫伫台下顶，因为伊。前头一礼拜就接到美国的消息，讲小英会输80万票。啊，咱秘书长准备买大银行了，要发布伊原来惊呢。我若无影输呢，小英若赢呢，啊，咱民政府都爱包起来，都无信用伊啊。伊买伊证件，佮卡电话去美国问讲，我真正会当讲赢啊输80万票吗？美国讲做你甲讲，所以隔天伊真正讲。我迄阵伫台下看嘛，讲啊，山猪小猪都生在遐，敢会输？都唔相信嘞。结果真正输80万，超79万几，这要求准嘞，吼、哦。关键就是小英去美国面试无通过啦，美国白给你做总统啦，安尼讲较紧啦。美国在后面操盘啦。没有你输几票了，没有你输几票了，安尼讲较紧了无？头伊就是头家啦，头家无介意你这个啦。伊讲感觉马英九伊靠掌控啦，啊，然后你小英去哩，哦，啊，这台湾独派声势搁起来，啊，我美国个个猛咧笑啊，不是要甲发独立？啊，独立，独立讲就会发生战争，咱较早拢想哦。那独立会发生战争，就阿强要甲咱拍，唔对，是美国要甲咱拍。这块土地，
日本政府啊无提战争再来行，底下你我手，你别搞枪一队啊，你别搞独立一队啊，你拢无管台湾顶外要两个头家啊，一个是所有权争的人，日本天皇，你也无要插伊，也无要管提底下权的这个美国政府，你拢无要管这两个，啊你大主大要共退去，这个就是抢夺嘛，你是不讲理嘛，这台湾人拢用感情来爱台湾。哦，台湾是咱台湾人的台湾，对不对？对，我迄阵嘛发爽啊，笑的。啊，今麦较醒，好加再拄着咱秘书长。我唔是迄个中国人骗的啊，嘛互咱民进党这台湾人骗的呢。啊，伊嘛唔是要故意甲咱骗，伊无读这法律嘛，所以唔知影嘛，啥咧乱讲嘛，啥咧乱想嘛。所以那安尼，恁家己公投落来结果会变作统派的台湾，恁拢选统派的人来出来做总统啊？啊，马英九连续两任。好，啊那安尼阿强啊，要来合法并吞台湾，名正言顺呢。阿强来派兵要来占领台湾，讲啊，我要来跟恁统一啦。恁有拢这八年，恁拢选到两个，不选两届，拢要统派的人要跟我统一。好，啊，我就真正来跟你统一。到迄阵哦，美国讲要根据美日安保条要来报台湾嘛，师出无名的。恁民主选择的呢？啊，我美国常咧讲民主自由法治，爱尊重恁的民主选择。我啊，恁的民主选择安尼，我爱甲你尊重呢。啊，我兵是变哪出，免哪个保护。所以美国足错啊，足惊你办这个统独公投。哦，所以美国甲你讲，台湾独立就是战争。就你若要搞独立，我来随派兵。这块地土地我爱负责这块土地。后日啊，日本天皇拿莫美金三百亿要来搞行啊，要去摕到当个是。我美国老大哥袂使讲，无咧歹势，这块我顾无好好，阿强我退啊。伊变啊做世界警察，变啊去管全世界，都管袂落啊嘛。哦，所以美国无可能。放給你台灣獨立，還是那個阿強阿退，不可能，所以台灣很安全，哦，你會記得以前1996好像有出一本書叫做論八月，有沒有？那時候在說阿強要打來了，哦，那時候台灣人跟一個無論中國人啊，有錢的，哦，就一直在買黃金啦，啊，不然就是想辦法移民出去，啊，跟一個那次出去之後都後悔，因为土地卖卖咧，伊即马伫美国，加遐钱要摕转来，搁买台湾的土地甲厝，我买袂起啊！土地厝拢起贵啊，贵啊！好，好。那么头拄阿姐和阿强啊，因为你拢转着要看中国统一的统派的人，啊，即马又阿强合法并吞，这是国际法合法有可能的吼。到时美国、美日很难插手吼。迄阵台湾人会当沦变作沦入勇士浩劫，吼、哦，这就惨嘛嘞，吼、哦。那么如果台湾独立建国以后有啥物责任义务甲风险，即下讲如果啦吼、哦，如果咱袂使讲独立，但是台湾人都拢做个独立啊，啊，咱来个探讨独立了，那真要你独立会变安怎？台湾人爱家己去纳税金，对不对？家己纳个税金来饲只兵啊，来保卫台湾。啊！你有这兵啊，嘛爱有武器，你武器你爱家己买，还是去发明，好不好？爱家己去做。啊，这拢开这边个买武器，这拢爱开足侪钱的，好、哦，好。而且第二个加入联合国进程，台湾人爱致力防止中国武力并吞，因为迄阵你还袂跟其他的国家建交，嘛无可能，嘛无加入联合国，无法度伫联合国的这个保护伞之下。其他国家嘛无法律啊，义务出兵来跟你斗三工，好、哦，好，咱会当用当地文独立建国做例来，当地文你讲，啊边有一个罗马国家叫做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跟台湾同款，咱边有国家叫做阿强啊哈，好，那么伊伫1975年十月二日为葡萄牙独立出来。成立东帝汶民主共和国，
但是还没有加入联合国，到刚好就有印尼军入侵并占领。1976年7月，变成印尼一个县叫做东帝汶省。以后二十年的期间的统独抗争，造成10万到20万人的死亡。好，那么1999年8月30日，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举行全民公投，大多数的东帝汶同意为印尼独立出来。好，但是公投了迄一年9月下旬，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印尼军阁杀死差不多1000个东帝汶的人，并摧毁东帝汶大部分的国家基础设施，造成到今仔日东帝汶还阁是全世界上散赤落后的国家之一，大部分的物资要靠外国援助。哇，这都可怜了哈。你看，这感情咱要爱，这款独立感情咱要爱，唔是嘛？哦，好。那么咱来看，伫美国政府管辖下来做一挂比较，一线之隔哈，以新墨西哥州和墨西哥国来做比较，这个美国新墨西哥州边啊，这德州哈，啊灰色的这就是墨西哥国。那么伊家这个边界。墨西哥那边生活较困苦，哈、哦，法治也较无好，治安也较无，所以做侪人有美国梦诶，落乌地都想把回家偷渡入去新墨西哥州。啊，这表示啥？伊有美国军事占领即地，靠趁只伫美国诶民主、自由、法治诶下骹发展了真好，所以。美国梦真侪人都为遮偷渡入去，吼，所以美国一定是较好诶，吼。好，过来咱来看美国跟加拿大这个边界，这基本不设防，因为这两边拢民主自由发达国家，生活水准也差不多。你真少听到讲美国人要偷渡去加拿大，还是加拿大人要偷渡过来美国，无，伊根本无啥物设防，吼。那么过冬足方便诶。比如说你做电翻过去才会走、哦 okay、所以表示说在美国管的尤其加拿大这两个都民主自由国家都很好势、哦、没人 要走来走去。那么红色的这个红色中国、哦、共军占领这个中国跟美军占领台湾、哦、这个绿色这个做一个比较只有一海之隔，但两个不一样的制度，一个共产主义、哦啊，是一个假民主自由的，在美国的监督下，你实施民主自由的台湾哈。那起码在美国的监督之下，还不会太离谱啊。虽然除了礼拜四行过来，佮盖洋正在变形，解除戒严了，哈，民进党起来了，就较正常啊。那么你会记得20年前开始，1979那个邓小平改革开放过来，开始让他们中国人开始有较自由，了过来一直中国人发现台湾这么好，所以用脚偷渡，为那个平潭岛坐渔船啊来新竹的南寮这，还是去屏东那边东港枋寮遐偷渡上岸，哇！表示啥？表示台湾较好嘛，伊唔较会被偷渡过来，来遮打工哦。好，所以台湾那伫美国军政府管辖下驻地，咱台湾人免税，咱交美国物件拢免税，美国进口来台湾嘛免税哈，嘛、哦、免做兵，所以安尼咱台湾人生活就较富裕啊。哦，因为咱省来军费，哦，省来国防甲军费来建设台湾。哦，啊，这都现在台湾都台湾钱用卡巴噶哈，哦，台湾变作东方瑞士理想家园哈。你看台湾真正是报道呢，迄个国民党安尼歪哥安尼歪，要70年啊，佫歪袂倒呢。所以台湾是报道哈。国民党你看蒋介石来迄阵，80%的一寡。赚的钱拢去咧买武器，咧饲只兵啊！迄阵吼，然后买百万大军呢。你看迄阵台湾人咧打活动，安尼台湾也个我都无啊，今仔日安尼吼。
好，过来，咱以台湾的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吼、哦，加入联合国的资格是以国家做单位啦，哈、哦。那么台湾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有四个标准来当看，好、哦，第一爱有人口，第二爱有领土，第三爱有政府，第四爱有外交官。啊，台湾看，确实有嘞，哦，咱台湾人遐济，要2000万人，歹济。啊！你摕拢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好、哦。啊，这个领土嘛唔是台湾国的，这是日本天皇的。即马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唔是你台湾国政府啊。啊，我有22个小朋友的国家，哦，去年佫碰见一个叫做甘比亚，好吧？啊，这拢是中华民国摕钱去共用买的遐小国家。嘛，唔是你中华，唔是你台湾国派人派你的外交官出去跟人签的，迄建交公报拢是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去跟人签，所以台湾国这四项拢无，所以绝对唔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哈、哦。好，那么台湾即卖目前地位叫做日属美战，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呢，哈、哦，唔是国家。假使咱台湾若要建国，爱照正常诶五个步骤，好、哦、来，有只看。第一个，美国君主政府爱入来台湾，终结国民党这个政权，甲政权接手倒来交咱台湾民政府，互咱台湾人来自治。自治一段时间正常了，咱来要求咱诶母国跟美国签台湾还原，哦，像头拄个琉球还原，咱倒来日本。这个大家庭，好，那么和日本、跟日本做伙一段时间，佮大家习惯正常了，咱爱佮要求日本这个母国制定领土分离条款来做法院，较会当依据这个法院伫台湾办公道，来决定台湾将来要如何，要继续留伫大日本国内底，还是要佮你成立一个。国家台湾国，但是跟日本变作邦联，哈、哦，像英国大英国协邦联，加拿大嘛是大英国协会员国，哈、哦，因有53个国家，包括印度、马来西亚，哈、哦，这拢是大英国协，哈、哦，澳洲、澳大利亚这个边啊，迄个叫做纽西兰，拢是，哈、哦，拢尊称英国女王为因的虚位元首，哈、哦，但是因家己国家拢有家己的国防，哈、哦，外交。拢独立，只是啊，将来咱啊，跟日本做邦联，咱嘛是称尊称日本天皇是咱的虚位元首，好安尼。好，啊，公投要决定未来，即做者选项，好、哦，好，好，过来，咱头拄仔咧讲要用台湾的名，家己咧哪讲？头拄仔，咱迄四个标准，台湾拢无迄个标准，所以台湾毋是国家。所以台湾人不是就是为阿扁来开始用台湾的名要加入联合国，结果送去予美国，嘛送去到联合国，联合国的秘书处连看都无看，给退惊。台湾人都未死心，当年都要武器出吼，联合国秘书处嘛读个毛咧烧，就足成讲咱台湾人吼，你都唔是国家，就敢那台湾敢那。像一只狗，你甲洗身躯洗好清洁，啊，我那甲穿衫裤、西装、内裤带啊，拍好手牵的，来我牵你来地政，我火政事务所签身份证，做成安尼啦。看起来都人模人样，敢来是一个人，但是特别甲签身份证安尼。啊，台湾都还袂进化变作，迄只狗都还袂完全进化做人，台湾嘛还袂完全照头拄迄只步骤安尼，变作一个国家。啊！你得要交人来讲，咱台湾即马伫遮啦，拢无要照国际法律安尼一步一步行，进到伫遮就跳来到公道啊！啊！你看台湾人安尼是毋是作无理取闹、乱来嘛？无要照国际法律，吼、哦！无要插讲即块土地顶管要两个头家，日本天皇加日本美国啊、哦！好，过来用中华民国的名。要重返联合国，好，咱来看
1971哈，十月二五，2500号联合国的决议文，伊讲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伊的政府的代表是中国伫联合国组织唯一的合法代表，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位于伫联合国组织甲伊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间所非法占据的席位驱逐出去。所以咱常咧讲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嘛唔对，正讲的是蒋介石的代表用驱逐出联合国，驱逐出联合上街，啊，联合国的刀啊名牌哦，迄、那个 China 迄个名牌要滴的，伊啊拢要滴的，只是迄个伊啊换人坐，换啥物人坐，换毛泽东派去的代表坐嘛，好不好？这个毛泽东的派的代表 China 迄、那个。China 是正港的国名，迄、那个国名未改，只是换政府，换以前是国民党政府派去的代表，吼，蒋介石代表，啊，过来共产党的毛泽东政府派代表去坐安尼，所以迄个刀啊名牌拢无滴。那么阿扁也讲，我要用台湾的名，要去加入联合国，跟这无共。重返联合国是马英九因咧办，因是要去抢这个刀啊，伊也转来。啊，咱陈水扁是讲，来，我搁家己做一条刀啊，家己做台湾这个名牌，我家己做一条，以后要来坐。你那个门都没有，你上镜去连家己看无，家己退镜。因为你是狗，还袂进化做人，你是要唔是国家哦？你那个是以国家为单位，搞清楚哈、哦。好，啊，咱来解读 China 哈、哦、，China。就是瓷器哈，啊，日本人甲翻译叫做支那，支那哈，支那系做千国奴哦，啊，奇怪，中国人若听到支那，都起动，都掠狂啊。其实这是日本甲用音译，用声音甲翻译过来呢，或者音译，但是中国人都作切这两字咧，奇怪，支那哈。好，啊，那台语讲叫做菜篮，好、哦。啊，即摆吼，咱较早拢讲食国民党，好不？即摆吃哪？啊，就吃共产党嘛。阿强啊嘛，做个因中国人拢安尼啦，假公济私，济私哦，上面办自强活动，哎，都欺负咱，我都讲个遐好听，叫做自强活动，迄就是食国民党，哈、哦。啊，假国民党就食咱台湾人的税金嘛，拢嘛咱台湾人那边税金，对吧？好，啊，即嘛都跟上好谈，所以讲菜呐，拆倒位看建商官商勾结上好谈，都菜呐。啊，过来哪边有钱哪边拿嘛，哦，全拿。那你要来都跟，你要办买通过来，钱要上来啊，好不好？较早迄个中国军来台湾，哦，单于。在总统府头前咧演讲，讲阮中国人无咧摕红包，啊，你要相信嘛？啊，咱迄阵台湾人听无？听演讲，啥物话就叫红包？嗯，但迄阵无送红包的文化，叫因中国人来拢穿中山装，伊个遮下袋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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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袋啊，迄袋啊，佫会当伸缩，佫扣紧的，会当放大，好无？迄拢咧提钱的嘛。奇怪，台湾人去办啥物物件拢办袂过，到尾来中国人啊，偷来，你都爱内底爱洗钱啊，迄个红包啊，哦，迄钱夹落安送的，哦，连袂通过，台湾为啊开始接受红包文化，哎，啊是安那，中华民国法律咱咧订一本遐大本，哦，条文一大堆，停停打打，迄就是咧白领家的台湾人，所以法律拄着中国人。会转弯哇！啊，台湾人，你就是爱提钱要放人，所以有一句话讲：法律千万条，哇，确实黄金一条。有钱判生，无钱判死，哇！好，那么以中华民国名加入联合国哈，伫国际法的规范定义，中华民国伫1949年就已经灭亡，无法度搁代表中国啊哈。好，
敢若像金门妈祖是一个残余国家，你等于死蛇活尾流啊，全尾流咧动个动个。中华民国已经死啊，无多返回联合国哈。台湾国阿未出世，所以无多入联，一个已经死啊，一个阿未出世。过来讲三个精神病患的 case。伫咧精神病院吼，啊每三个月拢爱甲病人阁叫做，哎，去甲叫伊三个出来。啊，这医生就伫这白白顶外画一个门，阁画一个门吧。啊，甲因三个讲，啊恁三个拢好来，顶位遐出去啊。今仔两个撞起来咧抢迄个门把，抢袂出去。啊，医生害他啊，这还阁了你关，这药也无效。讲食一粒无啊，爱改食两粒吼，啊，就足欢喜讲啊。另外迄个，底下那微微啊笑，啊，这个好来款，啊，医生对期望足大，讲，嗯，啊，你好啊，你太不爱出去。伊阵甲医生讲，啊，迄两个笑诶，啊，锁匙伫我遮，无来甲我摕锁匙，免哪出去。哇，这个佫较食力。医生本来期望很高，吓一个，足严重。啊，这个拢爱佫掠当去关。啊，这三个吼、哦，是毋是拢无承认家己有病，拢认为好啊？头前迄两个要出去，啊，另外迄个讲锁匙伫我遮，无甲我摕锁匙，无倒出去吼、哦。好，头前两个去冲去开门的是较无台湾意识，无独立思考能力，无党无派，啊，这国民党拢敢咧训练兵这款人，拢填充题，咱日记咱较早考试拢考填充题，那四字的你若写五字唔对，写三字嘛唔对，一定都要标准答案去四字。好不好？伊就是不好，你学白想，就是这个标准答案。所以咱台湾人到尾拢咧等上面的指导命令来，标准答案爱来，我靠，照这个标准答案走，安尼。台湾人无独立思考、分辨是非的能力，啊，安尼上好通的、上好管。国民党政府就是爱训练像这款台湾人，啊。你若讲像李远哲，只要我都去美国。研究了会当摕到这个诺贝尔奖，在美国迄个环境，吼，美国迄款教育的体，毛迄个实验室的设备，迄若在台湾绝对无法度摕哈。好，第三个是独派人士，自认为握有台湾独立建国的锁匙，民进党哈。啊，我民进党党员吼三四十万人，啊，你台湾民进党才几万人呢？你无来跟我夹，你都无来跟我摕锁匙。免了建国，安尼。我较早嘛是这思想，我若来加入民进党，我声势浩大，台湾建国都有机会。哎、欸，二十几年啊，哈，无效。你即马敢有听了民进党咧讲法理论述无啊？因无迄款人才来写册，咱秘书长写十几本啊。我毋捌看到民进党出一本啊，啥物好诶？党中央出的册来讲台湾的地位，讲个清楚。好，那么迄个医生是咱经过训练的 TCE 的咱民警的生活，伊拥有正确的国际法律，冷眼观察，吼、哦，要医治破病的台湾人。所以咱今仔日在受训，咱是要学做医生哦，吼、哦。啊，你莫清清菜菜来遮。三五天啊，就讲你出师啊，去要讲医，又在医死呢。啊，细只哦吼。我拄开始接到毕主任这论述，哦，精神大振，哦，处理咧讲的拢话有声咧，较早民进党只朋友讲到会当瞪刀啊，瞪伊啊，无效。你讲到颔棍筋遮大条，伊听袂落，因为有一句话。叫做软蛇坤堤，好不好？啊，就软蛇康谷，好朋友你爱好啊，何须讲？你莫讲理直气壮哦，你把这台湾地位好，你就出去咧讲话拢作红声，唔通安尼去效果歹。爱温柔啊讲，吼，或者温柔的力量，你软软啊讲，人听较会落。吼、哦，我定咧讲啊，阮拄开始咧甲人讲，定嘛用讲破气，哎呀，啊无就向走来甲你望。有四十度无，烧歹。啊，较无熟个远就比啊，歹个还歹。啊，所以爱好啊讲吼，好。那么理想建构台湾未来模式吼，
伫美国军政府会较互咱台湾民众，互台湾主体吼，也是用立陶宛的模式，互投票率低50%，互全世界人知影讲咱已经拒绝即卖即个军政府吼。好，也是依照琉球反乱模式，等于大日本国，含日本作为邦联也是联邦拢会使吼，也是要变作一个中立国。将来跟日本、跟中国、跟美国拢等距外交，哦，拢平等。啊，这拢以后爱照头在迄五步，一步一步行到，咱靠我都行来到后壁遮啦，哈，哦。好。那么检讨本土台湾人对美国的期待，哈，那受过训了，由于高级班了，就开始有这个，会讲啊，那也无要叫美国拨经费，咱台湾民间发展组织，啊，这就咱必须用一个。台湾人的气啦，哈！台湾人的尊严，咱莫去甲美国人伸手。拿人的手短，哈，吃人的嘴软，哈。OK， 好，过来，即那无要叫美国军队赶紧来占领、接管台湾。第三就讲，那无要叫美国甲流氓政府赶去金门、马祖。啊，其实美国。就是讲，咱爱认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跟日本、台湾是敌对国。咱即马比占领者，美国是占领者的位阶无同，占领者伫顶端，咱比占领者会较吼。美国对咱民间有两个要求，咱敢准备好？两个要求讲，爱训练4000个，吼，即个干部，啊个身份证，啊台湾公民身份证，哎，发41,000份。这两项咱也还袂准备好，咱无资格去讲头前这三个。你莫讲，像头家，咱伫洗手间拄着头家，啊，咱台湾人咧要求头家，啊，头家，啊，涂甲全粪扫，你也无扫扫的，做成安尼，哦，下层被占领咧管占领者，讲你这无做，那无做，哦，唔好安尼，哦，为咱的新闻爱搞清楚，哈，哦，来讲好，台湾是一只袂沉的防空母舰。这麦克阿瑟讲啊，台湾人应该爱亲美日共同防卫台湾，亲美日，莫叫台湾咧创毒美牛事件，互咱来切美国人，好无？这瘦肉精这代志，啊，过来用以后，含伊日本男朋友拍台湾司机，好，连续一礼拜透早报到暗，拢咧讲这個，要互咱台湾人仇日，因为美日会当保护台湾，但是伊就要互咱仇美日。阿姨家己开始创联共制，要来制台。啊，咱遐讲，咱不要联美日，哈，哦，所以咱来亲美日来共同防卫台湾。啊，所以你要看，咱台湾伫遮，啊边啊这阿强啊，啊有时啊暗时啊咧困，我空思梦想啦，哈，哦。我想，那咱台湾民政府即将咱发国际标两行了，要求科学佮发明上大上大机的机啊，为台湾下骹个机要登。啊，佫另外发明一个上大粒的核子动力的引擎，佮导嘞，吼，啊，佮晒晒晒，为只晒，晒来对，我感觉美国加州加敢若袂歹，来到遮佮搁浅，啊，莫入侵领海吼，他有100公里外口，然后会当靠搁浅来搁浅，安尼啊，强啊，迄1500粒的飞弹要拍倒就拍袂，佮手落落，拍咱拍袂着吼，啊，遮。我这个圣地亚哥，吼，气候温和，吼，佫无地动，无风台，有够好个，足凉爽。因为我2013年捌去啊，吼，所以我阵空思梦想，想安尼啦，吼，啊，咱困梦困慢，卖乌白梦咯，吼。咱民间个工作要继续做啊，我时间超过，歹势我今仔讲到遮，吼，多谢各位，谢谢。